坐不住的，全场一起站起来吧！ 这次要感谢所有的朋友，这么热情，跟着我们一起加油，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预赛拿下了4胜1败，并且前进东京，来支持我们的所有的长官，还有我们的教练团，还有选手一起迎接最前锋。 谢谢我们每一位选手尽全力的比赛，拿下了这么精彩的表现。主持人，先感谢满场的台湾球迷们，谢谢你们的加油打气，成为我们的动力，谢谢。然后我们会带着这股力量，满满的力量，然后我们会前进东京，打下好的成绩，谢谢你们。